好，接下来很重要，很重要哦。我们要上传教育百宝箱，接下来是讲教育百宝箱的。它的你的照片其实已经在图片库了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点这个百宝箱，在你桌面有个像百宝箱的箱子哈、哦。好，那你点下去之后，哦，因为你们的还没有登录，所以我先登出给你看。等一下哈。我先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是这里写 Open ID？ 对。好，我们要你们两人一组，用其中一个人的 Open ID 就好。点这个 Open ID， 跟我一起点点。好，他就会跳出。如果他有问你要不要用 Chrome， 你就按 Chrome。你们没有储存。好，你们慢一点。对，好，账号就是刚刚那一张条子，有没有？直接输入账号可以，或你要用学生选单也可以。好，好，那比如说我用直接输入账号好了，你这边的账号就要打。好 ，Open ID 可以用横的做的啦，不用用纸的了。好，好 ，S 是大写的 S， 账号的话是大写的 S。好，怪你利用学生选单。啊，天哪！0 S， 然后零什么数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登录我的哈。有一个这样子透明向上的箭头，按下去再按这个 S， 它就变大写了。试试看。然后那个等号要怎么按？等号要有一个按键，就是什么一小老鼠。X 什么那个就符号，你按下去就会找到等号，就可以按。对，前往确定。对，请坐下。等于我黑板上讲了哦，我刚刚讲你有在听吗？一小老鼠什么一个有一个按钮，一小老鼠那一个按下去就是符号，就可以按到等于。好，然后你进到这里之后，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的是30G 嘛，然后就按下一步。好，刚刚已经很多人到这里了哈。好，那你就会看到你的教育百宝箱，你的档案，这是我的档案，不是你的档案。好，接下来请你按上面的箱子，百宝箱箱子按下去，点百宝箱箱子这边才会打开哈。好，请你点共用资料夹，点共用资料夹，你会看到四人，对不对？你是四人，你按四人了吗？好，按四人进来之后，现在就白白的。好，点三点，右边三个点，右边三个点，点下去有一个上传，好，点上传。好，我们点选择单张照片，单张照片。好，它会出现这一个，出现这一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图片库我点仅限一次。好，然后请你选你刚刚做的拼贴去的那一张你的作品，这是第一张吗？你们是第一，应该是拼贴去里面的第一张。然后它就会很快的，上面刚刚有没有跳成功几，对不对？成功多少？好，好，你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上传成功？滑手往上而往下滑下来，就会有一大排上面的说明，你会看到有一个 Educase。上传列表成功，应该你是成功就会有个数字，没有发生错误，有成功一个数字，可能是一，有可能是好。你要怎么？等一下还没有上传成功的，你等一下一样照着这个做才能登出。好，点这个房，点这个箱子，点百宝箱箱子，再点一次箱子，就会看到有一个设定。你要再看吗？好，下面的设定。点下去之后会出现你的身份，然后按登出，你就登出了，懂吗？好，所以你要按登出。啊，我这边不按，因为我还要看看别人的作品。对，你已经上传成功的人，请你按百宝箱到下面的设定，然后按登出。好，登出完的平板交到我前面来，你的东西收一收，你可以离开。是，登出，然后按是，就确定登出。